フィールドしに来ていただき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ちらこそ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早い早い早い、何しよると美しいのはわかるけど。ハロー、一緒に好、我要介紹一個日本的好朋友给你认识。有没有好可爱好开心哦。我们英雄哦，他是狮子座的，主持人介绍一下，他是狮子座人，然后呢，他是我们基隆市的市鸟，黑鸢为设计的概念哦。但是今天也非常开心呢，可以与我们的熊本县的大明星熊本熊一同来到我们现场。So this is it. Are you ready? OK. 英雄君も OK. 好，准备好了。はい、それでは行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。くまもん体操。舞台上方来与我们可爱的Kumamon以及英雄大